恭请法师慈悲开示。 Icana, 摩尼佛。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南无本师释迦摩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 中风三十细念法师大意。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 今天借这个清明孝亲报恩，这个中风三十系念的法事啊，借这个姻缘呢。 继续来给大家细讲中风三十系念内容的开示的大意就是选择一些主要性的，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在这个念佛当中。 还有这个非常的密切的关系，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阿弥陀佛呢，跟我们一切众生呢、啊，他的关系呀、啊。 是一个非常的密切的，密切到什么程度呢？所谓的密不可分，都是一体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活里面，抵不过外面的诱惑，再加上内心的烦恼，外有诱惑，内有忧虑，所以感召了我们现在变成六道的凡夫啊。 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师父上人呢、啊，不断的都在劝导我们：你要相信你自己，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成就的。首先，你要相信，你本来就是佛。 你本来的面目，本来就是佛的。现在我们修行，只是把这个我们已经迷了太久了，五量劫以来，到现在我们还在流浪，用这个方法把我们唤醒。 那什么时候醒过来？那就看大家什么时候放下。很简单啊，这个道理呀、啊，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所以这几天呢，在大佛期呀、啊，我也为大家分享很多啊，我所修的这些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而且在这个三十系念里面，很多中风果实的内容的开始，都是非常的精华，对我们这一生念佛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这几天呢、啊，是在讲，很法喜。 再加上你们呢、啊、的护念啊，在这个会场啊，我能够跟大家来细讲这个三十系列，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所以啊，如果我们呢、啊、有讲错的地方啊，请大家多多批评。 因为你们学佛呢比我早，啊，师傅出家、啊、已经二十多年了，到现在还不悟，<laughs> 就没办法开悟啊。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听话，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认识这个佛法没有别的。 就是要赶快觉悟，赶快解脱。我们这个人生啊，说实在的，不是对这个人生没有信心，但是实在讲，这个人生太苦了，太短促了，一眨眼，生命啊就没有了。哦、所以金刚讲《金刚经》，《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一眨眼，很短促的，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脆弱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等一下呀，这三天来，我也是一样，把中风果实的内容主要性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今天我们举办这个三十系列呢？ 都是以孝亲报恩来举办这个三十纪念的。简单来讲呢，我们这一次的三十纪念呢，最主要性的，我们作为佛教徒，首先我们要提倡什么？提倡孝道。 昨天呢，很多在美国这些科学家在洛杉矶站出来表明了一桩事情，而且呢讲的话非常的沉重，就是在警告我们人类。这个科学家啊，他讲啊，他说如果人呐、啊、还不改变的话， 还不改善的话呢，那我们将来这个地球的人类会绝种了。讲的这么严重了，因为这个天灾人祸已经在你的眼前了，随时随地都会来了，而且将来会很严重的。那如果人呢还不改变的话，那将来呢我们的后代子孙呢？ 那苦不堪言的，所以站出来哦，很多这些科学家哦、大学家这些哦，一边讲一边掉眼泪，叫我们赶快觉悟啊，不能再执迷不悟啊，执迷不悟下去呀、啊，天灾人祸啊，那就不可思议了。 但是人能够听进去的多少呢？讲归讲啊，谁能够相信呢？你要拯救这个地球，只有一个方法。科学家只能劝导我们赶快觉悟，赶快醒过来，因为这个地球呢，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 这个地球太完美了，没有这个地球，人类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这个地球呢，能够运载万物啊。没有这个地，我们怎么能够生存呢？所以呀、啊，用一种表达的悲哀的表达，让我们人啊赶快醒过来。但是怎么醒法呢？他们不知道。 怎么行法呢？所以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啊，为什么一生不遗余力的都在提倡英国的教育？因为印光大师所讲的，要停止这个世间的灾难，只有一个，人人一定要相信因果。如果人人不相信因果， 你想一想，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的，害人害己，因为他不相信因果的存在嘛。所以古人讲得好：“人人相信因果，天下太平之道也；人人如果不相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呀。” 现在我们这个天下就是这个样的，是大乱了，人心已经乱了，随着自己的欲望，随着自己的名文利养，自私自利，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破坏，不断的去伤害，世界哪来不灾难的道理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的很清楚啊。 一报随着正报转，正报的角度讲，我们的心；一报讲的就是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好不好？关键是人的心。从小的范围来看，一个家庭能不能美满？美满呢？看个人呢、啊。你说，钱财能够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吗？ 在眼前我们所看到好像，但是事实上呢，它真的呢？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因果的观念，英光大师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三时系念，没有别的，希望蒙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让我们的过往的父母、我们的家亲眷属。 我们的累劫阴亲债主，在这一刹那，都是在当下，在这一刻，能够蒙阿弥陀佛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三十心念的目标。那不仅仅为我们的家属，为我们的过往的父母，为我们的累劫阴亲债主，也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心能够扩大，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大灾化小，小灾化无。 那用什么方法呢？印光大师的用这个方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经》最后的一段，在明确的告诉我们：能以五浊恶事。五浊指的就是劫浊、见浊、众生浊。 烦恼着，命着，这个叫做五着。再有这个五着，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很，真的很不容易啊！现在的人，沿附体的众生，最严重的烦恼是什么？就是见着。啊。见着，佛为我们归纳五大类，哪五大类呢？ 建筑的意思是说，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见解。我们今天的想法、思想已经很严重的都在犯这个严重的误解了。那这个建筑五大类是哪一类啊？这个在佛门呢、啊，用尺啊。 大家应该要知道，第一个就是身见，第二叫边见，边见都是偏见的意思。第三，借取见，还有什么呢？最后的叫做什么邪见？邪见里面太多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里面，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 很多事情有时候啊，已经不是正知正见了，严重的邪见呢、啊，已经很严重，在周围啊，在我们的周围范围内啊，已经非常的严重。而在这个邪见最严重的呢，是什么呢？有一条，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就是人人不相信因果，才来感召了现代的这个时代。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如果今天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不敢去伤害人，你明白吗？因为种什么因，将来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跑不了的。所以三世皆空啊，因果不空啊。 所以要小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要相信这个道理。你种什么样的因，将来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你不能怪别人。今天我们被人家伤害，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可能伤害别人。今天我们常常被人家骗，被人家伤害感情啊，种种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生中可能。 或者在这一生当中，不知不觉，常常用我们的语言来去伤害别人。你所种的因，将来你就会受什么样的果报？这个每一个人都跑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有因都有果，都有因缘的，不是没有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莫名其妙的，没有的，都有因，都有果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常常讲，你可以相信，你可以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但是你要相信这个因果的存在。释迦牟尼佛是再来人，是一个智者，是一个得道者，是一个成佛，对于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已经通达明了了，所以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讲的清楚。 那今天我们那怎么办呢？赶快忏悔，只有这个方法。所以因果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呀、啊，从今天开始啊，我常常给大家前几天讲的师傅定下来的功课只有三个，每一天随着这个功课，就是这个功课定下来，我要随着这个功课。 这个定下来的功课去做，每一天去做。哪三个功课呢？该看的不要看太多，该讲的不要讲太多，该听的呢也不要听太多。讲多了得罪人，听多了烦恼，看多了心散乱。把你那个心。 好好的，老老实实的放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没事。要懂得修，所以印光大师在这一生当中为什么不遗余力的，就是这个道理。哦。所以今天我借这个姻缘跟大家讲讲话，聊聊天，难得嘛，对不对？ 三十纪念呢，啊，偶尔再办一次，啊，我也偶尔跟大家来见见面。因为我这一次非常难得，我在这个澳大利亚雪梨，能够定在一个地方能够住超过两年的，从来没有的，两 <laughs> 年半呢。所以我常常想哦，这个是可能哦。 古人讲啊，一切都是老天呢，老天爷最好的安排了。哎，突然间呢、啊，冒出了这个疫情，大家也乖乖的啊住下来啊，不然的话呢，到处跑。<laughs> 哦，所以这两年半呢、啊，蛮有收获的，真的很有收获的。说老实话哦，真的说老实话。 这个月底，师傅要回印尼，要回印尼一趟，因为关系到父亲，啊，父亲一周年，啊，所以要回去呀、啊，来做两长的三十四年，所以要去回去，啊，不然的话呢，师傅好像不想回去的，想再度多一两年，那个、啊，那个才能够心才能够定下来。 现在还没开始，但是要多在一两年呢、啊，心能够定下来。但是没办法，哎，一定要回去，不然的话，我很不想跑，哎哎，真的嘞，感觉呢，以前到处跑没有这种感觉，一住下来呢，哎，原来这么舒服，哎，就算哦，自己煮菜、洗菜、买菜啊，洗衣服。 打扫当做修行嘛，哎不错哎，以前不知道哎，以前我们只知道时间到了我吃饭，<laughs> 时间到了赶快去睡觉，从来没有去想到原来啊做这个家庭主妇啊真的不容易哎，所以很佩服你们呐、啊，来鼓励一下男的。 哎，不容易哎！你做一个男生，你愿意吗？在那个厨房搞那个，今天的煮什么菜，明天的煮什么，后天的煮什么，你愿意吗？不愿意的，好麻烦呢！啊，煮好吃还好，啊，煮不好吃呢，那被人家那嫌、啊、东嫌西的，哎呀，这这个。 够麻烦，所以我很佩服你们这个家庭主妇啊。但是，你不能把它当做压力，当做什么？当做修行。洗菜的时候，阿弥陀佛；<laughs> 洗碗的时候，阿弥陀佛；拿手的时候，阿弥陀佛。看到孩子不听话，也是阿弥陀佛。哎呀，没事了，真的哎哦，所以真的借这个姻缘来给大家来讲。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因果的存在。回去记得该讲的去讲，该劝的去劝，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要听太多。该说的、该看的、该看，不过该看的千万不要看太多。你把这个功课定下来，你那个心容易清净了，真的。 你们最近有没有念佛，一种体会到那种境界？当你念这些“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能够跟这些阿弥陀佛融入了、相应了，你能够达到这种的境界，就算没有圆满，全部的融入了，但是起码你那个心最基本已经融入了，当阿弥陀佛的那一种相应了。 有一个境界会出现，什么境界呢？整个时间空间呢、啊、都没有了，就是说时间跟空间没有障碍你了。在这个时候呢，你那个心呢、啊，能够融入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看到清净海众。 看到整个十方诸佛国土，你那个心已经达到这种的境界，所以中峰古诗告诉我们：“心态故乡啊，没有一个国土能够来障碍我们的，只要你能够融入到那个境界，真的哎。” 所以，《中峰果实，三十心念》一开端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不隔二六时内，凡圣同途啊！我们反复，就算现在是反复，只要你那个心已经念到这样的程度了，你那个心跟圣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我们一定要相信呢、啊。” 你真的要相信呢、啊，你有这个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就算今天我们不懂经教，就算我们今天我们的根性不高，就算我们今天没办法像祖师大德那一样的境界，只要你那个肯念佛，真心念佛，你相信有阿弥陀佛，你相信你自己，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看，在《五量寿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很重要的，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法藏比丘见到老师的时候，他跟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啊，我看到九法界的众生，天天就是因为烦恼痛苦。” 我想要建立一个净土，没有烦恼，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得救尽乐，离救尽苦。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要怎么样来修行？我在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让一切众生在我这个国土好好安心修行，安心办道，在这个地方没有忧虑，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生老病死，没有爱别离苦。 没有苦，只有乐。只要能够让这些众生、一切众生能够得救尽乐，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一定要去修。了不起耶！阿弥陀佛，了不起耶！处处都是为众生而着想，我们呢？处处都是为自己而着想。 哪来不痛苦？哪来不对立？哪来不战争？哪来不讨厌、厌恨？但是啊，当法藏比丘提出这个问题呢，老师怎么说呢？很赞叹，你太了不起了，法藏啊，你太了不起了，老师。 就告诉法藏比丘，他说啊，你有这种的心，只要这个心，你能够持之之恒呐、啊，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持续之恒，就算这个大海的水有多广，有多深呢、啊？ 鱼桶取水啊，总有一天呢、啊，这个海水也会被你取尽了。这个是老师在这个《五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种事情呢，告诉法藏比丘，鼓励法藏比丘，你要相信你自己，只要你有这个心，你都能够成就的。只要你能够持之以恒。 锲而不舍，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道理。就算这个海水有深广，都会为你被取尽了。你想一想，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只要你能够那个心能够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一遍的、一遍的念，把它念熟了。 将来你念佛，一定会成就的。你将来会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是一不是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做三十系念呢，尊敬的追同修大德，有两桩事情我要提倡的。第一个就是因果的教育，我们要相信因果。第二呢？ 印光大师啊，告诉我们：你要拯救这个地球，拯救这个人类，化解所有的灾难，除了因果，第二个就是提倡孝道。所以，为什么印光大师一生啊，不遗余力的都在提倡我们佛经的一部经？哪一部经呢？哪一部经？ 印光大师啊，一生不遗余力的提倡啊，来不清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哦，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有八万四千法门，四十九年一切经都是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中心、为基础。没有《地藏菩萨本愿经》，你修什么样的法门，你都成效不了的。 你没办法成就的，无论你怎么修，你相信我，你的孝敬没有，你那个心发菩提心发不出来，菩提心发不出来，你念佛能够成就吗？很难。所以我们看到《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展开，你们就看到什么一段经文。 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即在刀立天空啊！当释迦牟尼佛要讲这一部经，还没讲之前哦，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全部都在这个地方了，聚会了。而且最特别的是什么？你们里面去留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完了，释迦牟尼佛讲圆满了，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有没有解散？没有。 还在聚在倒立天空。具体来讲，西方极的世界阿弥陀佛也不例外，东方药师如来也不例外，通通聚会在一起。为什么呢？做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呐、啊，让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呀、啊，你在事业里面你可以成功，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社会，你成家，无论你过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你建立什么样的家庭，但是孝道不能没有啊！孝道没有了，社会就来了，动乱就来了。家庭啊，你想要美满，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此方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开始修行的就是以什么修行？就是因为孝而开始修行的，所以“孝”这个字是一切诸佛如来之母，一切诸佛如来因孝而生的。没有孝道，怎么来呢？成佛的道理呢？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把这个孝敬啊当做一变风，没有把它重视的。 也没办法呀、啊，时代呀、啊，所以你看那个婆罗门尼呀、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很有名的公案呢、啊。现在要像婆罗门尼一样，要找到一个人儿女像这样已经找不到一个了，太难了。你看他的母亲死了以后，他明白这个道理，因果的报应，因为他母亲不相信三宝，回谤三宝，造业造了许许多多的造业。 婆罗门，你相信将来会堕在地狱？真的，母亲堕在地狱，所以把他的家产，所有的家产，通通出去供养出去了，供养三宝，护持三宝，建寺庙，建佛塔，护持出家人，帮助那些贫困的，帮助那些病人，帮助那些老人。 那一些很穷很穷的人，尽量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能力去供养。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个像这样的？有没有？有没有呢？把你的家产全部供养出去，有没有？哎，不跟你争钱了、啊，还算不错了。有时候父母留下来的钱呢、啊？ 留下来的哦，儿女有时候不但没有感谢哦，甚至有时候呢来,来批评父母，不公平啊啊，种种的啊，甚至有时候兄弟姐妹为了这个财产互相伤害，这个事情太多了。所以啊，尊敬的追同修大的要记得，不要靠儿女来为你修福。 靠儿女来为你回向哦！我跟你讲啊，福建话讲啊，啊，没希望了、啊，没有希望了啦！<laughs> 真的哎，你看现在父母往生，儿女有没有为他父母？最简单的，我发心吃素四十九天，没有了。所以你看喽。 婆罗门尼为了他的母亲呢、啊，想尽办法去帮助他的母亲，求佛加持。没想到以他的真诚心感动了古佛，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诉他：“婆罗门尼呀、啊，你赶快回去，你也不用忧虑，你好好念我的名号。” 你就知道你的母亲在哪里。没想到一日一夜念他的名号，既然到了地狱，看到了地狱，看到这么多的众生在这个地狱受苦受难，不忍心来看。后来遇到了无毒鬼王，无毒鬼王就问了婆罗门女：“你带到这个地方干什么？我要来了解我的母亲现在在哪一个地方。” 当无毒鬼王啊，问婆罗门尼啊：“你的母亲、你的父亲的名字叫什么？”因为婆罗门尼是婆罗门的种族，婆罗门的种族是一种贵族，地位很高，连帝王啊都要敬他三分了，很高的。所以印度啊，婆罗门主是排最低一的，第二的是王族。 很高的。当婆罗门尼告诉他的母，这个无毒鬼王，我的父亲石罗善现，我的母亲叶地利。当这个无毒鬼王听到这个名字啊，合掌告诉婆罗门尼：“你放心了，你可以回家，因为你的母亲三天前已经升天了。不仅仅你的母亲。” 而且这些周围的众生、受苦的众生，也因为你的孝心、你的功德而得到得度了，也离开这个地狱了。后来呢，下面的那一段经文呢、啊，是无毒鬼王称自己亲自讲的，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哦，那一段经文呢、啊，是无毒鬼王讲的，哪一段呢？哪一段？ 你们有没有读过《地藏经》的？请举手。难怪你们不知道。无毒鬼王讲的那一段是哪一段呢？这一段的话很重要。无毒鬼王说啊：“元辰孝顺之子啊，为母什么呢？” 为母什么呢？色供修福啊，不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母亲才脱离的、啊。所以今天呢，尊敬的追位同修大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三十七年我们也是婆罗门尼呀，因为我们也是为我们的家亲尽属。 为这些无量劫的我们的累劫因经债主，为我们无量劫的过往的父母、生生世世的父母，这些一切的众生，我今天用这个心态，我来做这个三十系念。无论这个三十系念的主法是谁，我不要去分别心，我用我的真心来做这个三十系念，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离苦得乐，希望我们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或者过往的父母，能够蒙阿弥陀佛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父母还在的，希望他能够身体健康，希望他能够临终的时候无有障碍、无病无苦。用这种心态来做这个三十七念，你想一想，你那个功德有多大？ 无以论比的功德啊！你想一想，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做？不要分别心。<laughs> 像昨天讲的，你要念阿弥陀佛也好，你念阿弥陀佛也罢，你念阿弥达巴也好，还是念阿弥陀佛也好，反正你好好念，你好好参加这个法会，不要去分别，功德很大，明白吗？知道吗？所以不要分别。 哎呀，还写悟法师，哎呀，嗯，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哎呀，哎呀，啊，闭着眼又睁着眼，哎呀，怎么样？嗯，啊，啊，如果用这种心态来分别啊，做这个法位，哎呀，那就啊，那就很可惜了。那个功德名很不很明显的，有功德有，但是不是很明显。 所以不要去分别啊，好不好？哎，一起来做哦。今天呢、啊，如果你要有分别心，我前几天讲，就算这个法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你那个功德也不是很明显显出来。啊、哦，这个啊，简单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这一次的三十七年就是有两个要来做一个好样子给大家看的，就是要提倡孝道。 因为孝道是教我们怎么做人，人都做不好了，念佛怎么能够念好？人都做不好了，我们还能够成佛吗？因为我们这一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成佛的。那你要成佛之前，你先把人做好，因为诸佛菩萨也是如此。那今天我们父母不在了，怎么办呢？把自己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 我要孝顺我的父母，我父母不在了，我要做一个好样子。你成为一个先生，你要做好一个先生；你做一个太太，你要做好一个太太。把人做好，做一个好样子，让这个社会对你哦。我今天学佛，有信心；我今天去念阿弥陀佛，有一个很好的信心。做一个好样子。 这个就是最大圆满的功德的报答，母亲对我们养育之恩，不要做坏事，真的。好，这个就是简单来给大家说明这个两桩事情。下面呢、啊，我们还有时间，要不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呀？啊，要不要啊？啊，要我就继续哦。如果大家说师傅不要了，啊，我就下来了。 啊，很简单嘛，对不对？师傅从来不勉强别人的，啊，有就做，没有呢，好好在家里念阿弥陀佛。吃饭的时候，哎，吃饭。啊，时间到了，该睡觉的，哎，睡觉。时间到了，该散步的，去散步。时间到了，该去喂鸟的，去喂鸟。哦，这世间，哦，这个真的好美的世间呢。 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是很美的啊，人生其实很简单的、啊，哎，过得很幸福。但是奇怪人哦，哎，把这个人生搞得很复杂，哎，过得生活过得这么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天天去看医生。今天针灸，那天针灸，后天针灸，针灸到最后还是一样。所以啊，真的哎。 人呐、啊，真的很简单。人越简单呐、啊，真的烦恼越少。所以啊，我们要好好应用这个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因为我们这个人生是无常的，每一分每一秒无常都会来临的。我们不要去执着太多，计较太多，计较太多，到最后还是带不走。 只带了我们的业障，那何苦呢？没必要的，能够看开一点就看开，不能看开的，那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昨天跟大家分享，你要提高你的境界，你在这一生你要想修行成就，提高你那个境界，以师傅的。 的经验呢、啊？我昨天已经给大家讲过了。你不靠这个忍辱，你无法提高你的境界。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啊，古人常讲啊，太多事情啊不能称心如意的。古人常讲“人不如一世”啊，十有八九，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呢、啊、活得很辛苦。那你不靠忍辱，那怎么办呢？ 所以呀、啊，前几天有一位居士打电话问我，我今天想要问大家怎么解答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呀、啊？前几天呢，有一位居士他说：“师父，我看到这个人，我好讨厌他，我看到他我就想吐，我看到他的行为呀、啊，种种啊，我每次想到他的行为啊，我好烦恼哎。” 睡睡不好，吃也吃不好，但是师傅，你叫我常常忍辱，我真的忍不了啊！我该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应有这种人呢、啊？你看到他，我好讨厌他，有没有？你有没有呢？讲实话了，没关系啦。有时候师傅也会有这样的。以前呢、啊，看到这个人，我好讨厌你，你有。 不要事先在我的面前啊！如果能够消失的话，尽量消失。好讨厌你，你害我害得好惨呢、啊！我真的讨厌，我今天还要学佛。如果不学佛了，我都当你死的好看呢。反正我好讨厌你呢。如果师傅没有讲这句话，忍不住。你有没有这种？ 我常常劝这个居士，我说、啊：能忍则忍，能够忍就忍，当做他是你的老师，来磨练你、成就你。有可能你过去生劝他的，他无缘无故的、莫名其妙，常常来惹你烦恼，讲话讲的好难听，行为也让你很痛苦，有时候甚至于让你很烦恼。 还当做什么？当做你的老师吧，当做你在还债吧，啊，不然的话怎么办呢？但是师父，我还是忍不住，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能不能帮我讲一句话？怎么劝他？啊，用你们的智慧，跟我、跟我、跟我、跟我讲、跟我讲一下，然后我跟他讲。 不不然的话，所以他每次打电话来，我就不接了。哦，要怎么讲呢？我相信你们有这种的经验。我相信，我相信你们的智慧。怎么讲？来跟师傅分享一下。嗯，师傅只有讲一句话。他问我，我该怎么办？啊，问我，我已经劝他很多次了、哦。 他一直问我：“是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遇到这种的信徒啊，我只有一句话：“你问我我该怎么办？”我只能回答一句话：“你看怎么办？”你既然说我该怎么办，我只能讲一句话：“你看着办。”你看着办呢、啊。 因为路是你走的，这条路是你走的，人生是你的，你的面前只有两个，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是善恶道，一个是幸福，一个是痛苦的，唯有你自己去选择，没有人能够逼迫你的，勉强你的，但是你还是执迷不悟。 那只有这个方法了，你看着办 <laughs>。只有这个方法而已啊！所以，真的，我们想要修行，将来成就，你不靠忍辱啊，你无法提高你那个境界。刚才讲了，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都有因，都有果。既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我们将来要好好修，那将来要怎么修呢？那就看在当下了。所以啊，我们老师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常常劝导我们：欲知来世果，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是什么呢？今生做的事啊，将来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现在的事，不是未来、过去的事。你能不能得清净心，也是现在的事。你能不能将来在这个人生过得幸福美满，也是现在的事。就在当下，跟过去、未来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听懂吗？ 所以师傅常常遇到这样的居士啊，就是用这个方法，你看着办，没有别的，对不对？有智慧吗？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只是偷一个清净心而已。哦，不然的话呢，没完没了的，那怎么办呢？ 只有这个方法而已，哦，好，我们看下面中风果实是怎么说，因为时间也是很短促，啊、哦，还有十五分钟，大家请合掌。下情为纯，以难失一念回光而一往。 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甚如是，几经重等悉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轻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啊，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下情，下情，昨天已经给大家简单说明了。下情所指的就是我们六道。 反复纯，纯纯的意思就是教我们去思考，去猜测，去猜测什么呢？是教我们去思想，去思考。你能不能思考出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它的功德有多大的功德呢？你能够了解吗？你能够明白吗？ 我们不能明白，也不能理解，所以中公果师就告诉我们：“南师，南师就是说，这句名号啊，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很难用一种语言来为我们来说明。这个句名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只是中风果师教我们怎么做呢？以念回光而一往，就是说，教你要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算我们今天反复六道的反复，无法了解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这个功德有多大，我们不要去想它。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教你什么呢？以念回光。 一念回光，就是说，叫你一念一念的，一句的一句的，一遍的又一遍的去念，把它念熟了，用你的真诚心去念。念到什么程度呢？中风果实告诉我们：，如果你用你一个真心去念佛，将来你的那个心的境界就能够念到什么？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 念念佛啊，就是这个一个。只要你肯去念，因为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昨天已经给大家分明啊分享很多了。只要你那个心，你那个投入这句阿弥陀佛，你真的已经投入了。这个功德感应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以念回光而一往。 你要相信这一句名号真的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了我们的烦恼。只要你相信，你真念，你明白内容的意思，那这句名号那真的不可思议。那今天如果你还想要知道，你还想要知道，这句名号啊。 功德有多大？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赶快念佛，念佛到哪里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哎，见了阿弥陀佛，你就把这个问题啊去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帮你解答这个问题了。现在你问师傅，师傅也说不清楚啊。 因为这一句名号，只有你自己去感受到，而且我们所感受的只是皮毛而已，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所以那个海贤老和尚，他为什么天天过得很快乐？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心已经跟阿弥陀佛已经融入了，感受到了。所以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啊，他只有快乐，没有烦恼。 只有快乐，没有相对的；只有快乐，没有对立的。所以他过得很幸福。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过得很欢喜？因为我们那个心没有跟阿弥陀佛投入，所以你还会有烦恼，对不对？所以只有你去见阿弥陀佛，你赶快去见他。这个是我鼓励大家了哈、哦。 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了，我要怎么样解释也解释不了。像我们师父上人跟我讲了一句话：“你要听话，你要把《五量寿经》读熟，你要把《五量寿经》明白，你才能够了解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十几年到现在，还是想不通，还是讲不清楚。 十几年了嘞，十七年了，你想一想。所以我想来想去啊，算了啦，我还是老实念佛啊，将来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自去问阿弥陀佛吧。见了阿弥陀佛，全部明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法是阿弥陀佛提供出来的嘛。 提供出来的，他既然他提供出来，当然他知道啊，所以啊，偶一大师啊是不得已啊，在《弥陀经要解》才讲一句话：“为佛以佛方能究竟九法界的众生，只能能够了解呢？”所以今天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昨天讲到这个地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才把这个方法来告诉我们，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念佛来成佛，因为这个成佛的时间把这个时间幅度的大幅度的缩减了，很快你能够成佛，因为十方诸佛如来。 祖师大德就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所以你放心，你的安心去好好去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放心，你不用怀疑，你不用忧虑，因为这个方法也是我用成就的，很妥当，很靠谱。你不用伤心，你不用或、哦、你不要不相信，就是这个。 所以用这个方法，所以很多人啊，有时候问我师傅：“那祖师大德教我们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祖师大德有没有用其他的方法？此方诸佛如来有没有用其他方法？你说呢？如果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还用其他的方法，《弥陀经》他会这么、这么、这么为我们讲这一句话呢？” 我自己是亲自成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你要相信这个道理。你说呢？不可能啊！不可能！你看那个华严经，华严经普贤十大愿王，最后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过以他的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也不过这个而已啊，也离不开这个方法念阿弥陀佛的啊。文殊普贤从华藏世界导归极乐，带着这个五十一位的法身大士，也是不例外，也是用这个方法。这个这在《华眼睛我们看到的，除了《华眼睛，我们还看到《楞严经》。 《楞严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大势至菩萨他出发心魔，到他成佛圆满，也不离开这个方法呀。大势至菩萨，所以《楞严经》下面的那一句告诉我们：不假方便。下面是什么呢？《楞严经》里面。 八、啊、十智菩萨眼通章，不假方便，直至成佛、啊。不假方便指的是什么？都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方便、简单、容易，只要你肯念。 只要你相信，你真念中风果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凡圣同土啊，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三时西念，一遍的一遍的劝导，用在这个地方，其实呢，恰如其分呐、啊。我们今天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来修行，等觉菩萨、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也不例外，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样，来修行成就自己。菩萨也用这个方法，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平等。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安心了，因为这个方法，诸大菩萨。 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绝不会说这些菩萨还会用另一个方法。你说有可能吗？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呀、啊，过去呀、啊，有一位祖师，是我们净土中的第四代祖师。 是谁呀、啊？是谁呢？啊，你要不要达到得到这个答案呢？也不要，也不要呢？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啊，今天呢啊讲到这个地方哦，因为时间到了啊，明天呢再继续给大家来分析啊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 所以啊，师傅呢，说实在的，很喜欢这个三十信念啊，一个三十信念的功德，真的利益不可思议的，真的名扬两利哦。所以祝大家，我们呐、啊，把今天的三十信念，我们一起来举办，一起来读诵，好，将来呢，希望我们能够得生。 净土。